大河叠翠，神州幻彩，岁月风春听天来。崎岖一路欢歌，精神永在，为梦想戳一份饭，人人豪迈。听春风顺月，听春的节拍，相约踏个青舞，与春天开创个满怀。这里是朝我看醉国风，梨园春首届戏曲主播喜乐会的现场。今晚我们的现场可以说是名家戏迷共团圆，欢声笑语闹元宵呀。没错，元宵佳节，你看咱们的家人们全都回家过年了。在我们的正对面啊，坐的是我们艺术家组成的艺术家助力团，还有我们的明星擂主助力团。在他们身后呢，坐的是我们来自省内外的媒体助力团，在两侧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组成的粉丝助力团。哇，这么多人，全都是来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啊，都是来投票的啊。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一到元宵节，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啊，和小伙伴们一起提着灯笼，念着童谣，灯笼会儿，灯笼会儿，灯笼灭了回家睡，灯笼不灭我不睡。哎，你看今年呢是癸卯兔年，我们今天啊每个人手中都拎着一个可爱的小兔灯。那今年这个祝福咱们怎么送呢？哎，那今年的祝福一定要谈吐不凡。对，每个祝福都要带着可爱的小兔子。哎呀，这个我一张嘴就来了。真的这个那个还是李主席先说吧。我就甩这边了。烛光灯飘雪花啊，是不来的，不过这不带兔啊。现在做这么多年轻人，祝你们前途似锦。对，该我们了，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那嘿呀嘿，那嘿呀嘿，哎呀那呀嘿嘿，那嘿呀嘿嘿嘿，那嘿嘿嘿，那嘿嘿嘿，那嘿呀嘿。呀呀，中了中了中了！你看你太嗨呀你！对呀，你嗨真多，你也没给兔嗨出来呀！快滑吧滑，悠悠悠悠悠兔。来梨园春，我
手电土灯来到了烟波亭。哎，有兔了！哎呀，是不是？对对对，那得说两句带兔的祝福吧。祝大家兔飞猛进！哦，接下来咱们这一期的两位队长，我觉得您二位得整点别的，咱们来点青春时尚的，行不行？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嗨嗨，一起的烦恼不孤去，快点快点扬眉吐气。哎呀，范军啊，你看人家戏也唱了，歌也唱了，戏歌串唱的也唱了，你来点啥呀？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祝亲爱的朋友们在癸卯年都能骑上大马，成为马中赤兔，步步青云，都要做出突出贡献。祝大家人生大展宏图。好、哦，等会儿等会儿，好不好？等会儿再鼓掌。怎么了？哎呀，范局啊，啊，你这老想了，你这不给留点面子？都让你说了，我说啥呀？就是，你看你不是有学问吗？你看，我想想啊啊啊，带兔啊，这么快。全是兔，句句带兔啊！我们都数着、啊，准备好，准备好、啊，都数着啊！准备好。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哎呀，妈妈没有回来。来幼儿园了，到幼儿园了。哪儿来这么肥的兔子呀？这是像话吗？不是，您要说我是那肥的兔子，你也好有一比啊。哦，我是。您看少峰老师这模样，长得像不像兔爷呀？啊！快点快点啊，把门打开，今年的福气要进来，祝大家兔年吉祥，阖家幸福。我们连春啊特别策划的来吧展示戏曲主播达人秀，在这个播出季中涌现出的十位优秀的戏曲主播，今天啊和我们欢聚在梨园春，和大家一起开箱大戏闹元宵。今天晚上十位戏曲主播呢将会分为两个战队，他们分别将会通过个人秀、粉丝帮帮唱、团长帮帮唱等五轮的激烈角逐来决出最佳战队。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十位戏曲主播的分队情况。裘帮主，林大侠，你我是高下之争。您还不知道，我还有个称号吧，叫独孤求败。好，那我今天就成全成全你，让你拜上一拜。还不知道拜的是谁呢？选人大战，咱们先走一波。走起！走啊！走走。先说，那您说，哎，我今天是来挑选最佳团队的啊！你们看着船啊，看到我的碗里来，哎、必须是达理老师，那我必须是最帅的连科老师。哎，给我敢吃，了然不是人。哎，黑糖坏了，黑糖坏。您团长您好，哎，答对了，我选出团长。哎，好，你看我们这边行当丰富，你看见没有？净生蛋，对，我们这边全是蛋。接下来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队长。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京剧名家林科林队长。哇，你看美女帅哥，我们这边也是欢迎我们的越剧名家裘丹丽裘团长。大家好，您别看您这个小红帽红运当头，我们今天有备而来，志在必得。林团长，我们队的名字是什么？我们队的名字叫做凌波微步。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凌波微步，冠军入库。这叫倒车入库。我们这边的队伍名称是粒粒丹心力夺冠军。
莉莉担心这个名字听起来，哎，你是要担心了，莉莉。我跟你说，我们有一颗铁血丹心，我们这可是实力唱将啊！比赛没开始已经摆开阵仗了。哎呀，这火药味十足啊！是，要我说这个林团长，你看这个头炮戏不好唱，咱们必须先声夺人。没错，团长，你准备派哪员大将来打头阵？我得派个厉害的，阵阵看看。这个老生稳重，我先派我们的实力唱将。刘子杰给大家带来一出唱作并重的好戏，徐策跑城。哎呀，团长厉害呀，我们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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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稳了呢？稳操胜券了。哎呀，大过年的要看漂亮的，看戏看淡。那我们派出的呢是漂亮的，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戏，京剧《红娘》。那就来吧，展示。
难的，那个冒翅的这个展示，他这一段是一直在动啊，再加上他的唱很难的啊，我觉得今天表现得非常好。陈芳芳他的荀派啊有滋有味，他那个走那个鼻音啊，走那个小感觉，那个红娘的那个俏皮，哎呦那个机灵，他把握的都非常准。今天的这个小红娘呢，不管从扮相啊还有唱腔啊都不错，好像稍微缺了一点点那个媚劲儿，如果要是再加强一点呢，我觉得会更出彩。一个老生，一个花旦，一个老徐色，一个小红娘，都是唱作并重的戏，一开场两队的这个火力都很猛烈呀。我的眼神从一开场就没有离开我们的红娘芳芳，你看吧，唱得好，长得好，听说人家教的还特别好，是吗？其实呢，我本身是武汉京剧院的演员，但是呢，在闲暇的时间，我们开了一个传承小金班，至今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哇，八年时间，八年时间一定应该是桃李满天下了。我们总共培养了得有1000多名学生，那这1000多名学生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有一部分都已经考入到了我们专业艺校。有考入中国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以及天津戏校，同时也在全国获得了特别多的奖项。那我们拿了全国的奖项应该得有50多次，我们省市的奖项应该高达1000多次了。天哪！所以我觉得您真的是把那个戏曲的传播与传承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谢谢，为芳芳老师点赞啊！芳芳老师是桃李芬芳啊，但是要说老师，往这边看哈、啊，我们子杰也是老师啊，而且是带着学生来的。哎，这是我们梨园春全年擂主总决赛银奖获得者，来自喀麦隆的留学生刘变京。哎，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哈、啊，你和变京之间这个师生的缘起在哪？我在开封做了一个叫河南豫剧国际留学生传播中心。当初啊，这个刘变京啊，是因为热爱我们的河南豫剧，到我们那里学习，我们因戏结缘，因戏相知。哦，那在豫剧的这种传播的教学中，接触多少个像刘变京这样的外国留学生？200多个留学生，十几个国家，现在有的已经毕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了。哎呀，所以你看，如果说芳芳老师是重在传承，我们子杰老师就重在传播了。传播，对。哎，要说到你这200多个学生中唱的最好的，非我们刘变京莫属了。最优秀的就是刘变京同学。哎，我记得这个变京啊，上次来梨园春打擂的时候，还是正在河大读研究生。是的，是的。啊，现在已经读到。现在读到博士了。哇，那你现在主修的是什么专业呀？我现在的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那就是中华武术。太极拳。太极拳。对。哇，那我们就太想知道了，你在学习太极拳的过程中，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它讲的是一种内外兼修，它讲的是一种和谐，与气与肾和，气与意和，讲的是接近自然的变化而变，就是最大的体会。我觉得必须给刘变京鼓个掌，真是一个好学生啊，这个领悟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没错，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美美与共，顺其自然。哎，这个博士读完你还有什么打算？我的打算是读到博士后。顺其自然嘛。哎呀，人如其名哈，刘变京，这是要扎根开封了是吧？啊，那咱们就祝刘变京哈学业有成，大展宏图。谢谢大家。要说起这个学豫剧哈，其实子杰只能算是刘变京的开门老师了。对对对。但是其实两个人还有一个关系，是同门师兄弟。师兄弟。师兄弟啊，那介绍一下，这同门师兄弟都拜在谁门下了？我们的师父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叔建先生。学生唱得好，全靠老师教。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啊！第一是刘子杰，非常优秀，他为传播豫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像刘变京刚学豫剧时，他说老师，我最少教他有1000遍、10000遍都不行，是吧？他现在说河南话，学会以后再唱豫剧，是吧？非常不容易。后来呢，这个刘变京也拜我为师，
所以说就应该感谢我的徒弟啊，自己也感谢刘边京啊，原来他是本科，现在读博士了。我说你准备回去不回去啊？他说他最近谈了个女朋友。哎呀，师傅快爆料了是吧？原来是这样的。我说我必须请他吃个饭，巩固你们两个的感情，哎，留下传播我们的余剧啊。芳芳也是很了不起的啊，芳芳教了有1000多名这个小学生啊，是吧？你是甘为人体肤之心苗啊，必须培养青年的演员，你从娃娃抓起，向你点赞。戏曲的传承和传播同样重要，所以今天李院长，你们这是师徒元宵共团圆，怎么样？要不然出个节目是吧？我就跟边京我们两个唱一个我的这个大灯店。哎呀，母亲。有几年呐、哎原来家了生在宫中，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的往下点，我这的一两包等等等等两包一不为都下进乱呐、我把母亲拜见呐、上二百间，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正西凉我去供那18，在家撇下那包转机，可是娘照管，你的年年送米月供面，你个差了丫鬟送油盐呐、你如今孩儿我可登金殿，我把母亲你孙上金銮高叫声老母亲，你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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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下殿，朝之笔在空中，王宝钏安三人，养老宫中问我的安呐、高叫声老母亲，你把请啊，你把请啊，你把请下金銮。接下来呀、我们就要看看现场的助力团会为第一组的两位戏曲主播贡献多少的助力值了，请我们的助力团做好准备啊！首先我们为刘子杰主播来打分，听我的口令啊，请打分。加油加油加油，突破300分了，加油。助力团为刘子杰贡献了450个助力值。哎呀，那，接下来，喜欢我们的陈芳芳的，做好准备，请一直给他打分哦。来，请打分。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第一轮两个战队的得分情况。哇，打了个平手啊！今天的观众和我们的媒体团应该商量好的哈。在第一轮比拼中，两队是平分秋色啊。对。来，我们看看在下一轮比赛中，两位队长会放什么大招。哎呀，姐呀，第一轮承让了，咱们打成了平手，我有点羞愧呀。刘儿呀，你莫要羞愧难当，听歌结把亲友，细说端详啊。好啊，哎，我就想问一下，咱们下一轮唱什么？我刚才唱的这是什么呀？乐调啊。下一轮就和你们比乐调。你笑什么呀？难不成你们也要唱乐调吗？答对了，
但是我们唱的并不是越调的申派，我们要唱越调的毛派。哎，巧了，我们就要唱越调的申派。那我们是小桥流水，那我们就是大江东去，还等什么呢？来吧，展示。
在李彦平老师的来演出是一个字都不能错，一个腔味都不能错，一个旋律都不能错，审派还那个有一定的会味道，但是有些地方嘛不太细化。他大半了，大半人都要求说眼神发骨的有点讲究，但他不会动，冒牌的唱，他是这个举轻若重，这一点是非常不好掌握的。冒牌那个他唱的他这说的清道的明，那字儿打的出来圆兜兜的，珠珠落玉盘那种哒楞哒楞那种感觉是很不错。想问问两位戏曲主播，都是乐调主播哈，平常在和粉丝的互动交流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美女唱得不赖，看好你前途无量。咦，他打那一串字还不如举个灯牌呢。你看啊，有没有人通过这个留言说要跟你学乐调呢？有很多，但是，作为一名新的主播，我说我们可以共同学习探讨吧，因为毛老师的这个唱腔特别难学，真的。说得真好，其实我们这个戏曲主播哈，在网络平台上和我们的戏迷粉丝，特别是青年朋友互动交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你加油啊。我觉得我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姐姐经常在生活中鼓励我，然后也还说，就是我不仅是你的粉丝，你也是我的偶像，我也是你的亲人，我看好你。是粉丝也是家人，对啊，都在共同助力我们的乐调艺术。其实要说到乐调，今天要点评台下坐着两位最有发言权。哦，你把那个瞅，一位是号称戏曲电脑，学什么像什么的范军老师，还有一位这边啊，小香玉老师，在我们梨园春的舞台上知功知令的大办。唱过乐调四千岁的唱段。哎呀，你看人家这个在网上有这么多观众喜欢哈，证明我们的乐调美呀。我也是最最喜欢乐调的一个人，所以那会儿一说让反串，我在咱梨园春就只管那个扮上演的哈。后来评价没说我唱的多像，哎呀，你扮上很帅。来一句，来一句，掌声。四千岁，你莫要羞。咦，太肿了，唱来就是有点端了。加一句交给你。我觉得这两位选手啊，把两大流派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的身份梅大师，他的唱腔大江东去；我们毛爱莲先生，他的唱腔字乖嘴巧，特别有韵味。人说三天不吃宴，也要看看毛爱莲。这个毛老师唱腔啊，就像一碗蜜一样，他能唱到老百姓的心里。用咱河南话说，咦，他唱的嫩滋腻啊，他唱的味儿嫩正啊，人家都是鼻子眼嗓子眼哼出了音儿。红日儿出东方，天使明，他随着那浮云儿啊，慢慢往上升，随浮云慢慢地往上涨，只照在俺的绣楼棚，绣楼上只照的一片竹明，回到帐昂睡不成，案前里走出来俺红美容啊。哎呀，真滋腻啊，是不是？给你看这个哼不好哼。好听好听，是不是有味儿？好，祝你们越来越好啊，用我们的互联网来传播我们的伟大的戏曲艺术，架上青春的翅膀和东道，祝你们成功。再让我们这个助力团投票之前哈，林队长您来拉拉票，您也来乐调，能来一句吗？河南的。我要我唱一句木音挂帅吧。哎，他要唱木音挂帅也行，也中。哎呀，这唱的有点母婴母和胡辣汤，喝了胡辣汤人疼都出来了。行了，稳了稳了，我觉得我们又要赢了啊！稳了，没有没有，我们这边还没拉票呢。这比赛那么拼的吗？我要不也就今天就胆子大一回，我就唱唱两句豫剧吧。你也让我们滋腻滋腻。李大哥，哎呀，哎呀，太屌了！老师，你给我起个调呗。刘大。国将那话，与他
裘团长拼了今天。我一直觉得我们主持人行业很卷，没想到团长们也这么卷呢、啊、你知道吧，地方戏主要是方言，你比如说豫剧唱得好，他一定河南话说的是不错的。你想他一个上海女孩，他河南话估计都不会说两句，但是你看他能唱十句，100分中。为了自己的选手，队长是拼了哈，拼了拼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现场的助力团的朋友们会为两位戏曲主播贡献多少的助力值。首先为我们裘团长战队这边的，如果你喜欢看奥运会啊，一定要给潘奥会打分，好不好？来，各位请打分。老师们、同行们、观众们，给我们的潘奥会打了430分。好，接下来要为我们林团长的戏曲主播刘素霞来打分了啊！啊 ，OK， 见啊，预备，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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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使劲使劲使劲！快快快快快！使劲，快速！加油加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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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的胖会430分，刘素霞400分，所以这轮获胜的是我们的裘丹丽队长，哇，祝贺！欢迎回来，河南卫视文化中国，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这里是朝我看醉国风《梨园春》首届戏曲主播喜乐会的现场。喂喂喂喂喂！哟、哎，姐，你怎么来？稍等啊，我正在那个录制。接下来啊，停。啊，你录节目，恁姐不来，你都发挥不好。你命里缺恁姐。啊？我命里缺我姐。哎，我听说咱这梨园春不是成了个戏曲主播喜乐会吗？这就是我们的录制现场。啊 啊， 啊，这都是。对呀、啊。啊，哎呀，那你看恁姐的是吧？这样好，那样好，你都好咋弄呀？你到底想弄啥？参加这喜乐会嘛呀？你参加不了，我们这个喜乐会来的戏曲主播呀，粉丝都要求很高。我的粉丝也不少啊。这样，我给您安排到2033年的喜乐会，您再来参加啊。你咋不给我安排到2050年呢？你。哎，你这这东西的熟人还缺哩，搁这会儿。我跟你说，你真想不中，我也没事儿啊。我替俺孙子报个名。你都有孙子了？哎呀，俺孙子我跟你说，长得帅，唱得好。哦，是不是、啊？哎，那边，俺孙子来了，那边俺孙儿。喜气洋洋，庆团圆，给老少爷们儿拜个年。哎呀，摄像大哥，一看你这年过得就不错。嘴角现在还冒油呢。啊，我是谁？不是我的粉丝吧？我是咱们村金牌主播呀。哎呀，别提了，也不知道怎么了，我爷爷奶奶今天啊在家一直吵架，根本就没法播。我看这儿还挺安静的，接着给粉丝们直播。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哎呦，辛苦大家等待了啊。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好不好？哼，都怪你也不哄人家，人家超想哭的大坏蛋，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不死你。哎呀呀呀呀！奶奶呀，奶奶，你怎么又跑这儿捣乱来了？捣啥乱呢？你会唱，我也会唱这。哎呀，我是在这直播呢。哎，直播我这你是金牌主播，厉害、厉害！通过这直播，叫咱村的红薯3小时卖出去了一吨。哎，咱村的花生，2小时你卖出3000斤。嗯、咱村的白菜，一样卖出去了500亩。孩子乖，你是徒弟大和尚神气了。哎呀，奶奶，你孙子神气了。您不高兴啊？高兴，恁奶奶也想神气神气。你想咋神气？我想跟着你直播蹭蹭你那流量。
跟我直播，你行吗？这回不行了。咦，你都不知道你为啥那直播间那么多人？嗯，为啥你那么多粉丝？嗯，你这才艺啊，都是遗传着恁奶奶我的强大的基因呢。啊？哎，你看你长得多像我。我像你？哎，你看你像恁爹，恁爹像我。嗯，哎呀，哎也啥的，恁奶奶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通油菜的。嗯，哎呀，我往那舞台上一站，眼睫毛往这边一合上。唰！哎呦，兜了一大圈，哎呦，都是奶奶。哎呦，那奶奶，我的眼睛毛往这边又忽闪，哗，又兜一片，没有怨女的。嗯啊，行了行了，我听出来了，就是喜欢你的都是男的呗。哎，嗯，那恁爷兜的最快，我刚一站着，还没忽闪的他都兜了。哎呀，照你说，我爷爷年轻时候迷你就迷成这样。那这不喷，嗯，年轻时候他看见我。比你的孙子还孙子，你拉倒吧！你看看，那爷来了，我爷来了，哎呀，找我道歉呢。我说你跟他说吧，我们有时间啊，不接见他啊。孙子，哎呀，哎呀，孙子，你这，呀，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哎呀，乡亲们都给这儿呢。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不过元宵节那都是年，我在这儿给大家伙拜年了。哎呀。哎爷爷，孙子，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刚才我看见咱村的村长了。嗯，村长说了，说县长都知道你的成绩了。哦，哎呀，你是金牌主播呀！哎呀，为咱乡村的这个振兴做出了贡献呐。嗯，县长可说了，明天要在你这个胸前亲自为你戴上一朵大红花。真的？嗯，而且经研究决定，要推广推广你。那个意思就是往前拱你。哎呀，爷爷，哎，太好了，哎，我有一个想法呀。你说，在咱们村搞一个直播基地，哦，把咱们村所有有才艺的人都组织起来，把直播带货做大做强。你这个创意太好了，嗯，孙儿啊，你说的这个人才啊，那就是我呀。啥呀？你是人才？就你这样人才，哎呀，我都害怕你赶集的时候人家看不见你，踩住你人才吧你是。啊，你奶奶总是瞧不起我。哎呀，孙子，我给你报个料啊。嗯，你奶奶这两天在那个手机上啊，也弄了一个啥号，直播，天天在那儿练直播嘞。嗯，过了三天了，嗯，他那个直播间里，嗯，永远就一个人。啊，奶奶。你这直播间就一个人呢，越人咋了？哎，一杆枪顶了百万兵，你别看这越人，你撞的是谁不中？谁呀？说的吓死你！谁呀？德华。德华？哎，俺德华哥。咦，我啥时间直播的，啥时间到？我叫一开播他都来。嗯，呀，俺俩这个又心有灵犀。你莫非？谁叫他魅力无限呢？哎呦呦呦呦呦！你说他说这话，这是明明是想气死我呀，大爷！气死你拉倒！人家待我好，我就把他当成宝。嗯，你想想，我播几个小时，人家守我几个小时，不停的给我点赞，越人能点几十万赞，我都心疼他呀！呀，指头点的疼不疼啊，哥？嗯，拉倒吧你，真大岁数了！哎呀，那个酸死我了都！哎，爷爷，哎，我看出来了啊。我奶奶直播，你是不是有点吃醋了？拉倒吧，我会吃她的醋。嗯，我跟你说实话吧，俺两个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是她追了我。啥呀？啥呀？我追了你。你闭嘴吧你！你闭嘴！我给咱孙子讲故事来，我给他讲完了，你再插嘴中不中？哎，行，那编剧吧，瞎编剧吧。谁编？我说的都是真事儿。孙子呀，嗯，我跟你说啊，你奶奶呀。你奶奶年轻的时候啊，长得确实漂亮啊。对，不像现在，嗯，你看看，满脸的骨头皮，满头的白毛衣，嗯，吓谁了你？你也不比我强哪去。年轻的时候好看，嗯，哎呀，而且戏唱的好啊。哦，哎呀，每到那个农忙的时候啊，嗯，地里边人多呀，嗯，哎，他就会给乡亲们唱戏。哦，每次唱完了，我都亲自送他回家，我怕他出危险呢。那能有啥危险？追他的小伙多呀，我怕一不留神就失去他了。哎呦，有一次啊，嗯，我送他，路过咱村那片玉米地，哎，他突然回过头来，含情脉脉的对我说：“哥，咱俩到玉米地里边歇会儿吧。”啊，哎呀，当时俺俩
一个帅小伙，一个俊美女，两个人到玉米地里头，你说能发生啥故事？哎呀！别说了，奶奶，直播间的粉丝们想看，大伙儿说想听不想听？哎，想听，他想听，我讲给你听。当时我都激动了呀，我一把拉住你奶奶，一头就拱到那玉米地里头了。我一抬头，你猜我看见谁了？谁？他爹他娘。他爹他娘正在那玉米地里头掰玉米嘞。哎呀，他这是缺我呀，缺我帮他家干了一天的活儿啊，累的。缺不死你。啥人呢？你说他是？哎呦，奶奶，没想到你这年轻时候小花招还挺多呀。你别说了，他也不是那省油的灯。我咋了？咋了？那没结婚的时候，他说。结了婚了，我带你去看骆马。骆马呀？对呀。古城啊？对呀。那奶奶我连镇上都没去过。哎呀，叫我激动了呀，跟他结婚呢。耶，结了婚了不提了这事儿。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时候带我去看骆马呀？你那个咋说？我咋说？他说，咱家那骡子马你还没看够，你割草去吧。哎呀。谁缺谁的？爷爷奶奶，你们那个年纪的爱情啊，还真是燃烧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呀！哎，不一样，不一样。哎呀，你听听人家这话，不一样，说的多有水平。爱情不一样了，火花。哎呀，爷爷奶奶，哎，既然你们都想跟我直播，那咱们这样，你说，在我直播间现场 PK 一下，呀，看你们谁表现好，谁就跟我直播，怎么样？咦，我的孙儿啊，我跟他这还用 PK 啊？那秃子头上的谁明白？摆着嘞，他不中。我跟你说，我也跟他 PK， 你都做了，你奶奶永远都是你奶奶。哎呀，我的孙儿，我还用跟他 PK？ 呀，你看他拿我样，我给他一 PK， 你就知道了。恁爷爷，永远都是恁爷爷。哎呀，行了，来吧，二位做准备啊！我这直播间里有两万多人呢。两万多人？天哪，乖乖。老伴儿啊，他这小手机里两万多人呢，害怕了吗？我害怕。害怕吧？我怕啥？不怕，我怕你。我怕你，我是你孙子。你就是孙子。你是孙女。你是孙子。你孙女。你是孙女。哎哎哎！行了，我是孙子，我是孙子啊。那你们二位，谁先来呀？我。啊？我。我你。我让你先来。我行了，你都不跟。你来，奶奶。哎。大家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夸美女啊！哎，来，别笑了，来吧，小老头儿，过来。咋了？来，给你找个活儿来。乖乖，还有我的事儿了。你演个美女。哎呦，我夸夸你。中，那你夸吧。呀，不中啊，这咋看都不像美女。你再好好看看。我现在像不像美女？哎呀，还是我自己唱吧。你来，美女。我这里仔细把她观看，这闺女长得就是气正，一口青丝如美人，白又不差，亮晶晶，脸皮白，白生生啊，性子眼儿灰灵灵灵灵，两道眉是又黑又细，赛王公，个大大鼻子多像衬樱桃口不点，自来的红，十指伸出如论寻，凤仙花包的指甲红，小胳膊伸出来里秀有四指，这长得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酒，三月藕果出水坑井，把凉水又冲冲。哎呀，好，带劲，带劲，真带劲啊！你带劲啥的？你带劲也是假带劲。我得问问电话哥带劲不带劲？电话哥带劲不带劲呐？要是带劲了，我再给你唱一段吧。行了，该我爷爷了。来天了，你还来个歌儿？你这个歌儿段啥段儿？你个人演唱会呀你？PK 吗？你 P 完了我 K。你去吧。哎呀，该我了。两万多人呢，吓死你的！我不害怕，我不害怕，你喝啥？我给大家唱一段。你会啥呀？我会京剧。你喷吧。你我喷，我说来就来。中。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死你！哎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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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看这掌声，你看这鲜花，好，哎，这都是跟着我学的啊，我教的，我给他熏陶会的啊，我自己练的呀，你啥意思？我自己练的，去吧，看看，你不唱了吧？你一唱，啊，电话哥不给我点赞了。啊呀，电话哥，你咋不点赞了？你生气了？呀，电话哥，你也生气了，这是。生气那没事啊，你那什么，跟他连个麦，解释一下。啊，还能连麦嘞？啊，能啊。咋连？咋连？我给你连，我给你连。啊。走。哎，哎，你好。这是。哎。咦，这不是咱爷爷吗？这是他呀。你看电话哥，你出来弄啥呢？你这是？行了，老婆子。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这几天你那直播间里那一个人，就是我。咋会是你嘞？那明明是德华嘛。我姓啥？姓柳树的柳。对，我姓柳树的柳。咱家住在哪儿？德华街。我给我自个儿起了个网名，刘德华。笑死我了呀！你看我的笑话呀！奶奶，你花叫我了呀！你行了，老婆子呀，我哪敢笑话你呀？老婆子呀，你呀，年轻的时候啊，你就要强，现在更要强啊！你改不了你这脾气啊！你也想为振兴乡村做出点贡献，为乡亲们做点事儿，我心里知道啊。但是你这直播间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替你着急啊。所以说，我都进到你房间里去了。永远守护你的人是我，还是我。老公哥，老婆子。哎呦，爷爷奶奶，你看，你们刚才的对话呀，直播间的粉丝们都听见了。人家都做了，丢人不丢人？哎呀，人家特别感动，还特别想成为你们的粉丝。啊，欢迎。呀，我的直播间都没来过这么多人呢。我看看我来。呀，哎呀，你看我的粉丝已经突破十个了呀。行了，爷爷奶奶，哎，是不是都想跟我一起直播？对，是啊。是不是都想为乡村振兴做出点贡献？是啊，没问题啊。咱们呀，以后就是一个组合，一起直播，把咱们美丽的乡村推广出去。哎呀，老婆子呀，既然咱是一个家庭组合了，咱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给全国的人民咱拜个年呢？哎，就是过十五了嘛，对不对？哎，那咱唱着拜。咱唱啥？哎，卖汤圆。哎，对，元宵节咱唱卖汤圆。哎，你提个头。预备起。卖汤圆，卖汤圆，仙儿哥的汤圆是圆又圆。祝福大家幸福吉祥，虎年大吉，幸福又团圆。你都知道少峰老师这个小笔演得好，家喻户晓，这什么时候学的京剧呀？小哥啊，我不光会唱京戏啊，中华民族的这些瑰宝我都会啊，传统文化我研究啊，哎呀，各种门派。少，咱家我是新闻发言人，我还没说呢，你看别。小哥，我跟你说啊，有啥事问你是吧？哎，啊，那这个刘德华，德华哥有啥才艺啊？哎呀，才艺可多呀，咱那豫剧还要会。哎，你这一说，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了呀。咋样？喜欢刘德华了，鼓鼓掌。那我也来一段那个大灯殿那一段。豫剧大灯殿。我这得两跑短的短的两跑一步下金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收哥呢？
咱起码嘴吧，水平高，唱的好吧？那好比是那屁股上挂暖壶，有一定水平。哎呀，要我说那是飞机上挂暖瓶，绝对高水平。那你他再高都是我教。你是老师啊？哎，我是是是是。龙王，你真敢，都不敢瞎说，真敢说呀，这是。来，小影，你往这儿抽来。啊，教我这段的是书建老师，我师傅在这儿做出来。本尊在这儿呢。那你这没有没有没有。这段戏我确实教过少凤老师，但是啊，我还是跟张小勇学的。我把师傅拜见呐。今天都举行个仪式，我也没带礼物呀。师傅，那师傅，我师傅都是念的师傅。哎呀，来吧，送你一盒双黄连吧。今天是正月十五，咱俩去月下相会相会。耶，你也不是老实人呐。哎呀，那好好好好好，书归正传啊。十五的月亮亮又高，圣诞竞抽闹元宵，刚才的小品真热闹，真好。哎，咱演啥节目了？演啥节目？演金水桥。这不懂话说的不能走出场。万岁，那弃婴不算过法，在金水桥前保我家的。什么？打死了！只喊了得，将秦英推出。父王万岁！父王万岁！臣。尊侯平身，谢万岁。万岁，秦英犯法，理当斩首。以臣妾看来，只可以赦，不可以斩。哦，这为何只可以赦，不可以斩呢？万岁！
善良啊！
红旗齐发，唱响震天凯歌。中国文字博物馆里，探源中国文字，金、平、玉、月，同台竞技，民乐奇想曲，奏出新春祝福。2月12日，朝我看，醉国风，梨园春首届戏曲主播喜乐会第二期，与您相约。河南卫视文化中国。